113年4月29日下午1:41，在台中市北屯区太原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一部自小客车沿太原路往西方向直行，自内侧车道变换至中间车道后，追撞前方自外侧车道变换至中间车道之普重机车。警方到场，针对双方驾驶人实施酒测，均无酒精反应。详细的肇事原因将交由交通警察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。